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次狂战的改版呢，看起来依然是有这个预先登录哦，这边有提到说60次止步的制作机会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还是把这一次的 TJ 来，总共有7张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。那么首先呢，先从韩服这边来看哦，这个是韩服在绿洲改版的时候他们推出的这个 TJ coupon， 那另外3张送的那个我们就不说哦，我们来讲这个真正的 TJ coupon 哦。好，那首先第一张呢就是饰品的这个赎回啦，那饰品赎回呢就包括画面上这些新的肩甲，新的什么水晶，基本上通通都是可以来做一个赎回，而且赎回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转换不同的这个属性哦，譬如说它这边可能爆掉的假设是黄色的，你在选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同样强化阶级，然后呢不同颜色的这个饰品好，这样子。那另外第二个就是符石啊，那符石就比较不一样啊，你爆掉了什么东西就只能赎回爆掉那个，是不能去选择或者是说转换成不同的这种属性，好，符石是直接赎回。那么在变身以及娃娃的部分呢，其实就一样，通通都是采取这种所谓的选取式哦，你可以选择成功要中谁，那失败的话呢候选五中一，这样子哦，像这个画面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 TJ 的这个部分哦。不过还是要说一下哦，台版归台版，仍然也有可能跟韩版设定不一样，虽然说我觉得应该会一样。那狂战改版日期呢，预计应该是在3月8号，所以就拭目以待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